哦，最近好累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感觉又要来了。是吗？你不是刚来没多久吗啊，2个礼拜过了，？Hello。只要肚子闷闷肿肿的，我就差不多知道要来了。哦，那你知道还有什么要来了吗？怎么了？就是第四水的来袭啦！没错，《龙珠幻想》终于和世界级的 IP 联动了。自从上次和小美到《龙珠幻想》世界度蜜月之后，游戏终于再次迎来本次重大更新。本次更新，《龙珠幻想》将与 EVA 合作，玩家不仅可以在游戏中穿着酷炫又性感的战斗服，高度还原动漫中的角色形象，让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大玩 cosplay， 还能在《龙珠幻想》的世界骑乘初号机，驾驶初号机踏遍《龙珠幻想》的每一片土地。除了初号机以外，还有危险的第四使徒也一同来到了《龙珠幻想》的世界中，玩家可以在游戏的地图中发现他们的踪迹哦。快和伙伴一起出发到游戏中探索，协助学员一同抵抗世界 BOSS 的袭击。在战斗之后，也可以和惠梨一到生活厨房共同烹饪美食。烹饪完美食后还能领取奖励哦。还在等什么呢？点击资讯栏下载《龙珠幻想》，和我们一起到游戏中开出号机吧！一起到游戏中穿紧身衣吧！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。那干脆今天就来讲关于姨妈的主题好了。好啊，我不知道我们聊天室有没有女生聊这主题，大家会不会有共鸣？没关系啊，那个男生也可以加减听一下，以后说不定女友可以多照顾一下啊。你分享一下那个来女生那个来的时候，我那个来的前一个礼拜就会开始心情很不好。小美那个来的时候真的是平白无故就一直发脾气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应付。哦，就是例如说我肚子饿了，我肚子饿，我认真说，小美她最常发脾气原因是因为她肚子饿，所以我是怎么应付你的，我都忘记了。你带我去吃饭呢？怎么哄小美？就是带她去吃饭，喂饱她。就是爱困啊，对，她特别累。她就会说：“我好累，我很不舒服，我觉得我全身没有力气。”小美她都不太敢吃冰的东西。我已经常年不吃冰了。有人说我来几乎不会痛，哎，好好哦。我觉得他们好像都不怕吃冰，哎，他们身体健康。可是小美她说，只要吃一点点冰的，她那个来就会生不如死。我会扁掉，然后在地板上打滚。小美说她那个来的时候痛的时候躺在床上都没有用，就是痛的时候躺着坐着蹲着趴着都没有。她都会说我好痛，我就叫她去躺着，她说躺着没有用。她原本就是坐在椅子上，哦好痛啊，我就说你去躺着，然后她躺到床上之后就还是好痛。是因为躺着一点用都没有，就蹲着反而好一点。为什么蹲着会好一点？挤压它吧，压着的话可能比较温暖。小美她都会把那个暖暖包放在内裤里，你就贴在内裤里。然后有时候小美早上叫我，她那个来啊，早上叫我叫不起来，她就把她内裤里面暖暖包拿起来贴在我脸上，送你啊。站不起来啊，男人。他那个来下面要保暖了，要保温才不会很痛啊，所以他都把一个暖暖包贴在他自己的内裤里面。别人不是说那个来内会变大吗？我都是扁的。真的？你那天都没有在变大？哎，没有啊。我以前我姐那个来的时候，他说他的都会升起，咕噜咕噜咕噜。请问是跟小雅一样吗？啊，所以小米那个来说，内内不会升级、啊。会啊，只是说没有很明显，不会变得跟小雅一样。如果可以变小雅一样，一年到头都来好了。啊 ，Hello 。除了内内变大和下面闷闷的，就是快来的前一个礼拜、就会开始变肿一点点。你说哪里变肿？全身，就是你可能会觉得看起来脸变肿，视觉上好像多1-2公斤那种错觉。我还以为女生是肿胸部，其实是全身。全没有看体质。然后我会特别嗜睡，我以前可能刚青春期国中那个阶段、那个来的时候我就会极度嗜睡，常常被因为这几个点然后被老师叫去办公室，小美你怎么在上课上都睡觉，你是半夜都没睡吗还是怎样，那、你为什么一直睡，我就说我不知道。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分析出来嘛，小美会全身肿起来，对，然后嗜睡，嗜睡还有下面闷闷的，对、有人说她会很想吃甜的，看心情。小美是本来就爱吃甜的，所以她可能 我是蚂蚁人，对，她是台南人。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，有的人他那个来的时候很痛，可是他就硬去吃冰，你有没有听过这理论？有，我有听过，但不适用于我身上，会更痛。那个是不是有点反其道而行吗、我问一下观众，有没有同学是这样，有人说很爽。可能有点 M 属性吧，直接吃止痛药。小美都会吃止痛药啊。我是想以前都会忍耐到整个冒冷汗，是我知道，然后在床上打滚一整天，我就是爬不起来、他都说快死掉了，对，要死掉了，就整个冒冷汗，然后你就看我越来越没血色，然后整个脸发白，你整个脸就整个都是白的，可是我不管就画你白的，这我怎么画、我经期就很痛，血都流超多，我是类似血崩那种等级，就是可能用产妇级的、或者是夜用最大片的，会流到整个都是满的，真的，我就是那种血又狂流的那一种，然后会稍微闷闷痛痛，我都可以用暖暖包解决，敷着就不会痛，所以它很多暖暖包，
对啊，我什么时候要买库存？暖暖包没了吗？没了。好、啊，那下次去买，顺便补零食。耶、yeah! ！很久没补零食柜了。巧克力。我觉得有可能哪一天你是女生。怎么哪一天我是女生啦、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可以用女生视角看我们那个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不是症状是一样的。第一当然是前面子宫部分会痛嘛、嗯、可是不代表他只痛那个地方、欸、他是整段腰都在痛，并不是只有痛前面。哦，我还记得以前我学生的时候，班上有同学开玩笑，然后女生超不爽，就是他有男朋友啊，可是他那个来他腰超痛的，他来学校他就一直扶着腰，班上男同学就问他说，哦 你怎么了，他说他腰很痛，他说哦是不是和你男朋友怎样怎样，他就觉得他超鸡歪的，他就觉得那个男生讲话超鸡。如果哪一天你们被你们痛过，你们大概就能知道那种感觉，乱开玩笑。我那个来然后我痛到不行了，你怎么给我讲那种干话，因为你们无法理解嘛，无法理解乱开玩笑。有啊，我能够理解啊。对啊，你都会把你的痛苦转换成情绪，发泄在你身上，愤怒的情绪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天，如果你头在痛，可是你只痛前面，你说子宫在我脑袋里，对，我脑出血哦。然后你原本是额头在痛、嗯、可是他痛一痛之后你就整个脑子都在痛，脖子开始痛。对，它延续，它不会只痛一个地方，它是全部的地方都会痛。哦，有人说那个来的时候腰会爆炸酸，真的是超酸的、哦、酸跟痛会兼具。女生那个来的时候打喷嚏下面会，对啊，真的连去吃早餐、嗯、桌上都会有那个罐装的导游锅。对，导游锅不用打喷嚏啊，就是你可能走路走半半，你就会觉得那个导游锅被挤出来，噗噗噗。然后挤的时候会，你不是挤，有时候里面快空了，会噗噗、嗯、对，那大概那种感觉。你说你下面就很像快挤完的导游哥。对啊，Hello。 像我有时候跟你走路嘛，我就说哎、嗯欸、等一下，然后你就说干嘛，我在流血，等我一下、哦、对，就是流血是慢慢一滴一滴流吗？不是，就是人家导游哥挤一坨出来，就血是一坨一坨的出来。对，一坨一坨的出来。我姐说女生的荷尔蒙会互相影响，然后就会同时来，很神奇。或者是差一两天。这是真的假的啊？就是我身边女生都会讲同样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啊，同事都是女生、嗯、啊，女生细心啊，都直接观察，你今天没精神，你那个来哦、喔。他说对啊，啊完了，我也要那个来了。这样，所以你们女同事很多。对、啊。那你们有男同事吗？有啊。哦，那我他很可怜吧？你自己想看嘛。你今天到一个工作环境，然后你工作环境里面有四个女同事，然后四个一起来，然后就今天职场气啊，怎么气氛不太对、啊？好啦，那今天差不多这边，大家可以留言，有女生都可以留言，就是以前发生过的一些经验。像我曾经有遇过我的同学，他就直接就是那个来，然后直接不舒服到吐，然后我还搀扶他呢。对啊，所以那个女生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来的时候到底有多痛，说明之后还可以开一个大家痛的特效，然后就要挖坑了。讲麦当棉啊，大家读书辛苦了，大家加油哦。真不可思议，你就在我身边。Ava 出号机准备就绪，龙族幻想立即下载，领取 Ava 出号机。哦，你看这是战斗服。哦，是紧身衣耶。Hello。哦，超紧哦。Hello。Hi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嗯、哦，我是说出号机，你看那个身材。Hello， 没有看出号机啦。哦哥，哦喂。你看这出号机，出号机很帅。是吗？对啊。哦，你在看哪里？球球。你看这个是第四使徒。哎呀，他肚子上有一颗乒乓球哎。Hello。哦，你看哦，可是我有居高症哎。一直管呢。喂，他为什么要看我啊？他瞪你。哎呀，他等一下用那个乒乓球射我。Hello。哦，好恐怖哦。这边是做菜的地方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边可以做菜。还可以，你可以做优质土豆哦。他在教我怎么做菜，他写他写食谱给我。Hello， 他叫你去做，他叫你就去做菜给他。做土豆。啊，你去那个炉子那边做菜啊。啊啦啦啦啦啦，好香哦，好香又好粗。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按一下喜欢，还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、F 频道。大家麦当面。好啦，大家麦当面。